能拿一场金牌。然后其实困难也很多，因为刚到村里面两天，我训练以后受伤，肩膀就抬不起来了。然后昨晚医生帮我紧急处理一下，然后我也很相信自己可以。我这个信念去克服这个，因为每一位运动员都是有不同的伤患和病情，然后感谢所有运动员坚持自己的信念获得成功。